抱抱合照，抱抱合照。大家好，我们想一下我。韩国男神崔始源这天在港举行宣传活动，变身人肉抱枕及人肉布景板，不停来回事后粉丝。心情大好的始源更主动走到台下牵粉丝的手，令在场的粉丝情绪非常高涨啊！而来港多次的始源，原来也已经学到不少把妹的招数啦。他们是我的女朋友。跟粉丝缠绵一番后，始源好像也很舍不得一般粉丝，连活动结束了也不舍得离开哦。Already finished? No, I cannot go. 今天是开心吗？OK， 你们喜欢吗 ？OK， 我也喜欢，我马上回来，不要担心，好吧？